大家好，又是我 coach 灰啦。今日我就想讲咧，大家问我最多嘅一个 topic 啊，飞又飞。咁啊，大家就唔系咁好彩啦。其实我唔好彩啫，唔关你哋事嘅。我就啱啱整亲只右脚，同埋右手嘅手腕嗱，表现咧今日应该会有会有影响嘅。咁啊，系啦，我都预咗俾人闹 ，OK。係啊，會炒嘅，我覺得。OK， 好啦，Fairway， 大家咁想學咧，主要原因就係覺得Fairway 係一個好實際嘅技巧啦，又可以兜口兜面啦，射入人哋啦，主要都係想咁啫，係咪？好啦，第一樣嘢 ，Fairway 嗰個做法或者係大家一般錯誤嘅概念係乜嘢呢？大家印象中的 Fairway， 你應該就係睇過最多的就是 Michael Jordan 啦、Kobe Bryant 啦、或者是阿 LeBron James 啦。你會覺得他哋嘅 Fairway 咧，第一樣嘢係向後跳，然後射嘅，係咪？嗱，呢個咧就已經是一個咧最錯誤的一個諗法。嗱，記住 Fairway， 我哋並唔係話哇跳到勁後。然後去射球，不是這樣的。記住，我們 Fairway 最主要一件事就是我們跳起 OK， 然後都是向上跳，但是往後 OK， 在往後的期間將你的出手角度拉高 OK。 麻煩阿豪，我們又請到阿豪幫我了，麻煩是的。我們是阿豪出來了，我們做 defense 的時候 OK， 當我例如一個 drive， 我認為我哋可以最常用嘅，我哋可以最常用嘅，因為咧有好多唔同類型嘅 fairway 嘅 ，Michael Jordan fairway 啦，唔使旨意學，Kobe Bryant 嘅 fairway 啦，唔使旨意學 ，LeBron James 嘅 fairway 啦，我都認為唔使旨意學嘅 ，OK， 但我認為我哋香港人適合我哋嘅體能，真係可以做得到又好有效嘅咧，我建議你學咧。Paul Pierce 嘅 fairway， 佢一般係點做嘅咧？例如單打嘅時候 ，OK drive and then pump， 拉後少少就射噶啦。OK， 睇多次個動作。嗱，記住 fairway 第一個要點，唔好成日諗住向後跳，因為當你一向後跳嘅時候咧，你嘅力量係打壞嘅。我哋並唔係要依一個力量，因為我哋只腳咧唔可以咁樣打壞跳。所以點解你咁難射就咁解？記住，我哋只腳一般可以做嘅係跳高，所以你應該要做嘅係乜嘢咧？跳高，拉後，拉翻後自己嘅身體。嗱，真心腳痛啊！我就住少少 ，OK， 係啦。記住，當有個防守嘅時候 ，OK， 我哋 drive 跳起，拉後，已經足夠你去射依個波噶啦。因為當你跳起挨後的時候，你的拋物線呢就會向上 ，OK。而你的防守，如果佢冚到咁樣阻住你的話咧，佢會犯規。所以一般佢跳高的話咧，又好難夾到你嘅。OK， 呢個第一個要點。記住，我哋飛下威的時候，你是應該向上射啊。定是向前射呢？你覺得向上是不是向上射的話一般都會大中是啊，為什麼呢？之前我講射波都講過了 two motion 的球員呢，射波 two motion 的呢，例如剛剛講過幾位 Michael Jordan 或者是 Kobe Bryant 或者是 LeBron James 都好，他們呢都是會比較平的那個拋物線，因為 two motion你就必然是會那個拋物線壓低的。好了，所以他們飛下威的時候呢，其實他們不用特地拉高條拋物線，因為當你飛下威的時候，你的胸就根本向緊上，亦都是個身亦都斜曬，你只要做回 向前射的話呢，個波正常已經會高了。所以記住，我們飛下威第一樣要點，不要向後跳，我們是向上後跳。OK， 唔係呢度，跳嘅方向唔係呢度，係呢一度，明唔明白？一接波，例如再講一次 Paul Pierce， 我覺得實際啲嘅。OK， 砰，跳起，拉後。OK， 然後向前射，再嚟多次。OK， 再嚟一接，砰，拉後射，明唔明白？
有翻我咁上下嘅重量同埋脂肪比例咧，好好打嘅。嗱，佢呢啲唔得啦，呢啲太瘦啊，呢啲扮 curvy 得噶啦。OK， 如果我呢啲咧就脂肪含量高啊嘅時候咧，你就可以 pump 都有嘅，明唔明白？好好用嘅。嗱，當然另外一樣嘢，如果你要去到三分 fairway 咧，我又覺得會問下你有冇需要，係咪？如果去到三分 fairway， 咁你不如早啲射啦，遠啲射好過。OK， 通常一個 fairway 嘅距離，我建議咧，我會個人比較喜歡咧喺呢啲位置嘅，係咪 ？Drive 撞一下，拉後射。OK， 好啦，如果我哋做埋 one two stop and fairway 嘅話咧，嗱，記住我哋一個步伐，第一樣嘢 drive 埋去，一、二。OK， 再睇一次。入唔使指框嘅，第一步，但系腳踭盡量唔好掂地，因為 lock 住咗咧，你只腳跳唔起嘅。腳掌落地，第二步踏 ，OK， 跳起嘅時候順勢轉埋身搖籃，跟住記住向上跳，我哋唔使得停，唔好用力得停，我哋順住個勢，一二跳起，然後飛下飛，明啊？唔好意思啊，我真係跳唔起啊只腳。OK， 再嚟多次睇住。OK， 拍波，嗱，當我單打啦。OK， 單打佢，一二跳起，飛後嘅。我嚟多球，唔入啊，要入，雖然痛。OK， 再睇一次嚟，跟住向住前面。OK， 攞個位。OK， 攞位一二跳後，飛後嘅。啊，嚟一球，我唔想人挨呢球，一定要入。OK， 嚟再嚟多拍波 ，OK， 撞向後跳，飛後飛，好，相當難啊！冇咗一隻腳跳嘅飛後飛好難。OK， 好啦，我哋再重新講多次成個動作。嗱，第一樣嘢練習嘅時候，我哋點樣練習呢？第一，我哋要練跳，跳高射波。OK， 好簡單嘅。嗱，今日咧，我想講多啲咧跳咧。嘅一啲重點，有好多人咧好用力跳嘅，用力做得用力跳，系啊 ，OK， 用力做得用力跳啊 ，OK， 出唔到字幕啊，我太快，用力做得用力跳，記住放鬆坐低，用力跳，你就會彈得起噶啦，個人嗱，再睇一次啊，記住大部分人坐低咧好用力，記住唔係用力坐落去，記住。我哋係放鬆坐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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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跳，明唔明白？放鬆坐低，放鬆坐低，用力跳，跳起嘅同時 ，OK， 將個波向上舉，然後將個人淨係上半拍，唔好咬腰，唔係咬腰啊 ，OK， 記住跳起咬喉，將個人拉直 ，OK， 跳拉喉。然後向前射翻個波，再睇一次，放鬆坐低跳拉後射，得唔得？練習跳拉後，唔好跳好後，記住唔使跳好後嘅。你如咧，我哋跳咧向邊度跳呢？我哋向後尾枕後少少一個波位咁樣跳 ，OK， 跳起拉後。所以我今天真的不好跳得起，都真的挺痛。OK， 好了，啱啱那個 one two stop 一些單打的步伐。OK， 我們可以向左或者拉起個波向右飛右 wing。OK， 再來多次，看多次。如果這個後面的是怎樣做呢？第一 pump 運球拉起，運球拉起，運球拉起籃，不要 holding。我哋拉咧，膊頭拉嘅啫。OK， 拉嘅同時搭向後飛，個步咧就係、是、如果喺呢度做嘅話，係啦，運球拉起，運球拉起，一、二跳，順勢跳起得噶啦。因為你本身個力量已經係向緊後噶啦，所以你只要向上跳咧，個人自然飛後飛嘅。再嚟 ，one。Shoot，yeah，OK，、okay. 我哋做多一次，仔細啲做一次個步伐。Okay. 我就係講 spin 嗰個先。OK， 第一拍波，
发波拉起，拉起的时候你已经有一个力咧转，因为你条腰会 spin， 又会转的关系，所以拉起的同时提起你只脚。OK， 你只脚记住尽量脚踭唔好落地，因为咧当你脚踭一落地咧，你好难再发力嘅，其实难嘅。同埋你其实我哋成个动作都转紧嘅，我哋掂咗地之后咧，其实我仲可以咁样去对翻正个框嘅。但系如果你只脚一落咗地的话咧，嗱你就好难转翻过去啦，因为踭系会绝死咗嘅。盡量用腳掌，不是腳尖啊，腳尖 this way， 腳掌 this way。OK， 你而家買嘅所有籃球鞋咧，基本上佢哋都斜咗噶啦。你放鬆少少，將個踭輕微提起就係咁嘅啫。用曬你成個腳掌墊落去，但係個踭又要離地，咁就得噶啦。OK， 坐低 ，keep 住坐低，尤其運球嘅時候，你已經要坐低，因為運球嘅時候坐低咧，你先有力量。第一有力量 pop， 第二有力量跳。明白，你才会有这些力量去做这个动作。OK， 不是企直，企直，然后 spin， 坐低跳，慢，亦都冇可能，人哋一撞你都冧噶啦。OK， 坐低拉跳，然后出，得唔得？再做一次，因为呢球炒咗。Triple 拉一条跳出。OK， 咁样飞啊，喂，记住向上跳，千祈唔好向横跳。你已經有你的力量向外噶啦。另外一個就係啱啱我講嘅 drive pump fade away。OK， 睇住個動作，其實一個咧普通嘅 one two foot stop， 然後彈起。記住彈起嘅時候，彈起嘅時候，將個上身往後，即係你將整個人係直嘅拉斜，唔係捉，係明白 ？OK， big drive 拉後。再睇一次 ，OK， 我哋记住，例如我 drive 去左边 ，OK，drive、okay? 去左边之后，右脚第一步，同样脚踭唔好掂翻，唔好掂地 ，OK，drive、okay? 跳起 ，shoot，OK，、okay? 嚟一次 ，OK，drive，shoot， 咁 OK， 你记住啊，诶，唔好咁妹啊，阿冯，认真少少夹我。太過妹啊，大佬接係咪 ？Drive out， 明唔明白 ？OK， 記住我哋係 drive 一、二，跳起、跳起、跳起，拉後。嗱，自己練習嘅時候記住，你可以咁樣普通地一個針摔，放鬆跳。放松跳拉后 ，OK， 再睇一次，放松坐低，放松坐低跳拉后，由呢度开始慢慢练习一个你常用嘅向上跳但系拉后嘅飞入位，唔好再向后跳啦，好唔好？嗱，翻去试一试啊，第一样嘢，几个飞入位嘅动作，第一原地啦，砰跳飞，第二 ，OK。第二就是 triple triple hard triple 飞，第三 hard triple hard triple spin 飞 ，OK 几个步伐，记住一样嘢，唔系向后跳，向上跳，尤其当你 drive 入去嘅时候，或者系 spin 嘅时候，你已经有一个力向后噶啦，所以调翻转，记住嘅重点，我哋更加需要。是通入去向上跳 ，OK， 是向上跳，不用拉到飞到好低好低好低嘅。第一，我哋未必有咁嘅弹性；第二样嘢，手臂亦都冇咁嘅力量 ，OK。所以记住，如果你想是在人前面射波啊 ，OK， 飞飞，然后咁样飞下威咧，讲真嘅极难。反而你加一个 dribble，OK，、okay? 打佢嘅。飛遊戲，反而你可能會做易啲，明唔明白 ？O 唔 O K？ 好啊，今日啊好攰，飛遊戲講到呢度 ，O K， 記住飛遊戲啊，向上跳，唔係向橫跳，同埋第二樣嘢，記住練翻好啲步伐，一用腳掌落地，二踏完之後彈起，
O K， 好，嚟一次，我一定要入你呢球，一定要贏。O K， 打好多次，輸咗。Sorry， 呢球先真嘅，冇呢球都輸埋。好，今日完啦。